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欢迎我们很有气质的、气质担当的子嫣登场了。嗨，子嫣。我现在已经开始为刚刚等一下的 PK 开始制造，对对对对，制造一些烟硝味出来了。 OK， 没有问题，女生要帮女生这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昌倩你自己好好加油。好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我在台南生活了一阵子，应该有些朋友吧。你今天来开心哈，争取你的支持。等一下尽量来我这一队哈。我目前是蓝队的代表，我不是，我全明星是红队，但我今天是蓝队。你看我们的制服呢，哈，一个我们的制服就是蓝色跟白色哈，所以一蓝一白哈，一蓝一白。预设都是一段强度，对，然后我们可以是正坐。哦，正坐。正坐就是这样子。OK。对，它预设都是一段。哎，这个。对，要保持。就要核心要 hold 住了呢。对。那脚呢？脚要训练腹部肌群。那脚的下一段，然后如果也可以这样子，脚撑在地面上，然后也可以另一个想要训练更加强的话，就是要夹腿。夹腿哦。这样子。哦，夹起来，哎，这脚很酸哎。很酸。就是尤其是内侧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大腿跟腹部核心肌群都会训练到。OK OK。对，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。我们现在都用一段而已，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侧坐，侧坐这样，对，可以训练到侧腰附近的肌群。哎，这个真的有哎，侧坐那个不小心把它关掉。昌倩应该捂住手心哈，你应该调到外企组，你可能侧坐那个。对，所以通常不是我侧坐，是你侧坐。那以前的事情啊，现在不能侧坐。现在这样子，现在已经有小孩了。有小孩哦，这真的侧边的腹肌会要一直实力耶。对，然后侧坐还有另外一种加强的方法，就是侧坐也可以夹腿，但是真的非常的难。等一下，侧坐怎么夹腿？来，你可以进来看，这样子。哦，侧边这样子勾起来。是。那我手可以，我手可以扶吗？可以，后面它都有设计，它很贴心，它都有设计，有这种扶感。对。是不是，是因为我穿太多吗？是懒人运动，我也开始流汗。真的哎，对，那整个腹部核心是非常需要，就是你出力去 hold 住。是，然后它其实还可以，而且练的还可以设定什么强度，就是它的速度有五段，然后我们先按到三，就是按加。这样。对。哦。现在是三。等一下。然后。也太快了吧！这是三啊。对，这是三。然后因为它要那个，它要。就是有安全保护设定，所以它到四跟五，三跟四中间要长按三秒，所以加号就是怕你不小心按到，所以它的保护设定就是你要长按三秒才会到四，就对。是。好了，我长按啊，其实不太想面对，又好四。有吗？哎，它怎么？可以哦，来哦。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下次昌倩你那边有没有？啊，有了。有。哦，有了呢。好。太累了，我们先关掉，否则等一下就没有体力。等一下都没有体力，所以你们现在大家应该都会了吧？ Okay. 所以我们现在是用，等一下比赛是用几段比？等一下比赛，大家想用几段比？用几段比？大家出声。五段啊！五段太快了吧！等一下，我们蓝队跟白队的队长再看我们的队员素质怎样，我们来讨论。等一下，那还有这个一二三，我一二三，可以往就按。减号就会回到一。好，我回到一条。我其实蛮好操作的。对。哇，一舒服多了。对。其实一的时候就很适合看剧。对。就这样慢慢的啊，核心稍微有点出力，好再轻松坐着变美丽。对。这个剧接得太好。轻松坐着变美丽。有。好。slogan 都出来了。可以。对。而且他们听说以前啊，就代言的时候，然后一边运动还一边练歌呢。对啊。对啊。这样子唱歌感觉会有帮助，因为你。腹部核心要出力，帮助有帮助，是不是？你要不要唱唱看呢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来哦，来掌声鼓励一下啊！再怎么说，我去年年底也发了一张专辑，我觉得蛮适合，我试试看。那我感觉可以加速一点，我唱个两句。哦，好哟。我今嘛就有缘，归港无代无期拢好你，我就是你的茶汤好你的乐趣。我要下吹了，谢谢。不错，感觉更有力。太 like 了吧？
我先暂停一下。哇，你是店长不好当对不对？刚刚做差不多三分钟，对，三分钟左右，已经开始要冒汗。是。真的，而且我们还一边聊，所以如果你认真的去操作，感觉一下子就可以让身体这那个血液循环啊，整个肌肉就打开。而且就是我平常在家的时候，因为我一刚升上大学，所以没有时间去外面就是健身房什么的。其实我在家都直接用这一台运动，然后真的训练腹部核心肌群还有大腿内侧，真的非常有效。因为其实、啊、尤其是现在疫情的阶段，大家其实不但像你刚往外面，对啊，就在家有一台就可以蛮大的帮助。所以你看这一台，我跟大家讲哦，特别是。题外话，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客人跟我说，哎，这一台啊，他们用了之后，因为有像老婆生过小孩之后啊，就是要去练一个什么运动，有没有？然后妇产科医生说做这一台超级有效，对，就是懒人运动法。是是是，然后又像紫嫣啊这么年轻的漂亮女生，然后做这一台还可以维持好她的这个身材，没错 ，OK， 好，所以这样已经指导完了。对，没有抗波哈，因为等一下要没有吧？没有。反正等一下我们的速度跟段数都要确认好。对，两台都一样。那你 OK 吗？我 OK， 我 OK。你 OK？ 我只需要一张面纸。没有了，还好，可以，还 hold 得住。hold 得住，好来，所以我们蓝队跟白队要开始选队友了吗？好啊，来。好，选队友。Yeah. 这个。等一下，一人选三个，对不对？对，三位。三位。你是不是？哎，我怎么从上面开始看？他完全感受到前面每一个都在选加入紫嫣，对不对？没有。紫嫣的战队都在这边。一个一个选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你们自己选。左边有没有想要尝试的？好，这位姐姐，就你了，第一棒。我把我非常信任的第一棒交给你。因为你是全明星红队的粉丝的。